时尚品牌为了迎合潮流，每季都会推出新设计。随着快时尚流行，衣服由生产到上架的速度越来越快，消费者可以在很短时间用低廉的价钱买到新潮的服饰。好直接咁讲，其实我哋系处理紧 fast fashion 带嚟嘅苏州市噶嘛。根据2022年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香港每日平均有388公吨嘅旧衫同纺织物被抌去堆填区，重量大约等于270万件 T 恤。唔系话要起几多间厂去做循环再造啊，做 recycling 嘅，因为个主要嘅大问题就系超产。越来越多人看到时尚行业对环境的破坏，希望改变快时尚文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希望去令到公众有一个渠道去将他们不要的衣服有一个第二的生命。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令旧衣服重生呢？时尚和环保又怎样共存呢？这个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具规模的可持续时装设计比赛。我睇一阵先，睇一阵先，睇一阵先，睇一阵。好啦，佢要穿第一套啦，你要帮佢啊？可唔可以帮佢啊？梁浩林 Jasmine 5年前喺时装设计系毕业，系新晋时装设计师。今次系佢第一次将作品放上会展嘅时装舞台。其实而家好紧张啦，因为我做一套衫，我仲想再改一改做 fitting， 但系而家距离个 show 开始得翻30分钟。比赛嘅重头戏系呢一晚嘅时装表演，设计师要运用可持续发展嘅概念，设计出环保同时尚兼备嘅作品。碌咧就係末日世界嘅垃圾山嘅 image， 咁所以啲衫其實都有好多 layering， 好多一層層嘅，就可能就會同一啲沉積岩咁樣有一樣嗰個 layering， 就 mix with 一啲嘅垃圾型嘅 denim。咁我啲布料咧，主要係 train community 或者工廠嘅廢料啦，可能都會送去堆填區。咁我去 join redress 呢個比賽時候，發現哇，原來呢個世界上好多人都一齊做緊同一樣嘢，即係嗰刻係好開心、滿足。可能有啲人就係攞一啲傳統工藝，有啲參賽者直頭自己砌部機去 recycle 啲膠樽，去織啲 yarn 去再整做布。所以其實可能喺佢哋身上係真係學過好多嘢。2023 redress is Niels Hauser。比賽嘅大獎由德國設計師奪得，佢收集咗舊梳化同舊帳篷嘅布料，設計出4種唔同方式穿著嘅服裝。舉辦呢一次比賽嘅非牟利組織 redress。致力減少時裝業對環境的影響。創辦人 Christina 認為，設計師在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角色很重要。Research has stated that about 80%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 product is laid down at the design stage. I think the greatest threat that we face is overconsumption. So we have to control consumption. We have to invite.People into a more sustainable approach with their wardrobe。2022年，理工大学时装及纺织学院联同一个时装品牌发布港澳消费者可持续时尚认知调查，有超过60%嘅被访者愿意购买可持续时尚产品，但系少过60%嘅被访者喺过去半年曾经买过相关产品，证明消费者嘅购买意向同实际行为有差异。Hello，Hello， 系我哋呢个系特发嘅 live 嚟嘅。
啊，係喎，你冇宣布啊 ？OK， 係啊，唔係攣喎，其實係係啊，居棉質嚟嘅，棉質可以甩俾大家睇下。係啊，即係全部都好好襯。呢間位於旺角嘅時裝店，驟眼睇同一般嘅時裝店冇咩分別。實際上，呢度只係賣二手衫。咁其實做咗好多呢啲咁嘅穿搭示範，令人覺得哇呢度係有好多穿搭同埋變靚嘅可能性。咁你買嘅嘢其實就唔係買嘅一件二手衫或者買緊環保咁簡單，而係真係買嘅一件你覺得著上身你會開心、你會舒服嘅衣物啦，就好似平時你對 fashion 嘅感覺咁樣咯。以速度快、周期短同埋價格低廉作為特點帶動消費嘅速食時裝興起，每逢換季時節都有大量嘅紡織物被送去堆填區處理。店主黄雅蓉在四年前创立这间二手服装店，开铺的念头就是源于见到家人和朋友过度消费的习惯。咁細個嘅時候咧，我屋企人咧其實係購物狂嚟嘅，咁見到特價就買，見到特價就買，買完抌，買完抌嗰種感覺嘅。咁即係我細個覺得哇呢樣嘢其實係好唔舒服。我住宿嘅時候發現咧，原來全部同學都係咁。袋嘅咩我？呢個真係，真係袋都好熱啊！七月收衫係折磨啊！店主黃雅蓉會事先篩選收集到嘅二手衫，確保啲衫係乾淨同埋有轉售價值。你見到啲牛仔多到咁樣，牛仔又難走喎，又要收得多。唔係講要求話啊，香港人或者整體大家唔好消費啦，唔係咁樣嘅意思嘅。只不過係消費嘅時候，可唔可以諗下其他嘅 alternative 咧？佢仲用二手衫喺鋪頭砌咗一個展覽，希望帶出過度消費背後嘅問題。咁其實呢座山咧係一個我哋嘅 exhibition， 一個互動嘅 exhibition 嚟嘅。咁其實係叫做 away 呢座山嘅名叫做。我哋講話我哋 throw away， 我哋抌走啲嘢。咁但係其實抌走嘅意思係咩呢？好多時候可能會去到其他地方嘅堆填區，特別係發展中國家啦，就造成咗人哋嘅環境問題。我最中意成間鋪係最中意入邊嗰個裝置藝術嗰個 part 咯。我其實平時最中意就係你入去，跟住就喺度開始揾衫咁樣樣，可能揾到啲啱嘅，就會覺得啊，咁其實我並唔係選擇喺呢個速食時裝呢度買，幾有意義嘅咁。希望去俾大家可以去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真係去做到啲事情。咁我都好期待有一日呢座山變成一個平地。為咗延續比賽嘅信念 ，Jasmine 計劃同另一位設計師合作。創立一個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時尚品牌。呢塊就係一啲棉布棉嘅印花布，咁下邊呢啲就係 cotton polyester blend fabric 咁樣。Jasmine 經常接觸唔同嘅布料，熟悉布料嘅特性。佢話聚酯纖維布料喺市場上最常見，聚酯纖維嘅使用。同快時尚嘅興起息息相關，因為始終 polyester 比相對 natural fiber 嚟講，其實佢比較 durable 啦，同價錢係平啲啦。polyester 其實佢係一個由石油生產出嚟嘅副產品啦，咁其實佢原材料都係膠啦，咁其實佢就唔係一個 biodegradable 嘅 material。聚酯纖維嘅衣物喺清洗嘅時候會釋出微塑膠纖維。流入海洋造成环境污染，因为咁 ，Jasmine 好想带头为消费者提供其他嘅布料选择。可能而家大部分已知可能纯粹系 organic cotton 啊，即系可能好多 brand 都用紧嘅，或者一啲 vegan leather 咁样。坊间有好多唔同布料嘅选择，其实都可以达到呢个 sustainable 呢样嘢。例如一啲 rose fiber 玫瑰 fiber 嘅纖維布料啦，有啲可能係橙嘅恤衫料啊咁樣，所有由大自然可能提取出嚟嘅物料，其實都可以製造一塊布。
Natural fiber 係真係相對上係會貴啲，因為始終當做佢先會攞嗰樣嘢嚟做一個 fabric 啦。咁如果過咗櫃，咁其實佢就唔會出現。咁好唔好啊？咁收翻細佢，冇咁 bulky。冇咁 bulky 啊，同埋成個型 curve 咗好多。設計師其實係除咗表達自己嘅美感之外咧，佢係用嚟 design 啲嘢去反映一個社會需求。我哋兩個想一啲 daily wear 嘅嘢，但係 which is 可能係 fashionable 啲嘅，即係睇落去你可以攞著去翻工，你可以著去飲，但係啲人唔會一眼就覺得哦，你係環保衫喎。如果 designer 冇 provide 依個 product， 其實消費者係永遠都唔會知道。所以其實 designer 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咯。根据环保署的资料，2022年纺织品废弃量达到14万公吨，回收率大约是10%。旧衣回收箱是现时市民捐赠衣物最主要的途径。消委会在2022年的调查指出，旧衣回收箱接收的衣物种类不一，有机构不会接收款式过时的厚衫和男士西装，而部分机构就不接收床单、毛巾或者窗帘。坊间的回收箱由不同机构营运，但是当中有些回收箱并没有标明由哪个机构负责，市民无从得知旧衫回收之后的用途。究竟市民捐赠的旧衫去了哪呢？将旧衫扔去回收箱又是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呢？以我哋過往經驗咧，就係大家開始見到好多衫就會開始疲累，覺得點解執極都仲有啦。我哋係 quality over quantity 嘅，我哋要堅守嘅準則咧就係細心。係啊。非牟利機構 Redress 喺20多間時裝店放置咗舊衣回收箱，機構會定期招募義工幫手分類。有少少感觸嘅，因為我覺得即係之前咧就係買衫買得好過癮咁樣啦，但係而家睇到咁多衫咧，就會覺得啊，即係其實係即係一種浪費啦，即係有啲似呢件，即係佢都係雖然佢個 cutting 好似嚟都唔錯咁樣啦，但係佢係比較薄少少啲質地，其實你唔著得耐咯，所以呢個都令我反思到，即係我買衫嘅時候有啲咩考量咯。Redress 每个月收集到3至4吨衣物，他们会从质素、品牌和款式决定件衫的处理方式。当中大概有10%会在二手店转售，有75%就会捐赠给本地的慈善机构。譬如这条啦，个牌子都一定是香港人会认识的，那这些就一定会是我们可以拿去转售。又或者是一些普通的 T 恤，这些就实用一些的款式，那些我们就会拿去捐赠。1299。不过有些衫就算很新净都不一定会卖得出，或者有慈善机构愿意接收。校服啦，这个咁呢啲跟住個 logo 嘅，咁基本上就算你捐出去，都一定會有人著，因為唔會有人想掛住你個名字出街啦。雖然列明唔接收校服同制服，但係機構仍然收到唔少呢一類衣物。Redress 試過將呢一啲衣物降級回收，切成碎布，製成工業用途嘅產品。降級回收可以避免衣物被抌去堆填區，不過項目負責人朱海欣話，要找到信得过的回收厂并不容易，很多都透明度低，证明不到回收物最终的用途。我们很努力去搜罗究竟有什么机构做得到的，以我们所知其实香港就真的是少之又少。
校服回收途径少，有学校就自行收集几百套旧校服，升级改造成其他有价值的物品，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但其實可以擠到好耐，呢個裏邊嘅容量都幾大，實用。同學手上嘅針織用品就係學校最近同本地一間紡織廠合作嘅成果，利用新科技將舊校服改頭換面。今次咧，佢哋就覺得係好神奇嘅一件事，因為啲校服交咗佢之後咧，整出嚟嗰個袋咧係完全同佢哋本身校服，不論係質地啊、顏色啊、摸落去嘅觸感啊，各樣嘢咧都完全唔同曬，做咗一件新嘅物品出嚟。學生嘅舊校服就係用呢一套循環再造系統，將布料分拆成纖維，再加工成紗線，製作成針織產品。系統唔使用水，處理過程亦都唔會釋放有毒嘅化學物。除了校服，系统也可以处理其他类型的纺织物。布料的质素越好，成分越单一，生产出来的纤维质素就越高。最理想就是你给5000件同款、同料、同 color 的东西，那是最好做的。因為而家其實你睇下市面上好多好多你買到嘅衫咧，可能都有四五種物料嘅，可能有棉啊，有羊毛啊，有 nylon 啊，有 poly 啊咁樣。咁越多咁樣混合嘅嘢咧，其實做出嚟個後果咧，效果係越差嘅。仿紗個基本做法係點樣樣咧？就係將纖維扭。將佢好多條纖維扭埋嘅時候咧，佢咪有一個韌度喺度咯。咁點解某一啲物料係做唔到呢個步驟咧？就係、是、例如polyester 咁樣啦。當你畫開曬嘅時候咧，佢好似粉狀咁樣，因為佢本身嘅原材料係好似膠，好似一啲粒子咁樣嘅。佢哋係噴沙嘅，唔係咁樣用纖維再去扭成一條沙嘅。咁所以嗰啲物料咧，在我們的系統裡是 process 不到出來。曹慧婷家族的紡織廠在香港有近50年歷史。六年前，曹慧婷更加和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合作，研發這一套新的紡織物循環再造系統，希望解決部分紡織界的廢料問題。技術在2018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金獎。这个系统目前有三条生产线，每日最多可以处理三吨纺织废料或者旧衣物，为回收物提供新出路。曹慧婷起初认为坊间理应对系统有好大的需求，但是实际营运情况就未如理想，很难达到每日最高处理三吨纺织废料的目标。他比我们之前，如果他要篩選，他要在貨倉度攞翻出嚟拆曬啲箱啊，呢個對佢嚟講係一個可能頗高嘅成本嚟嘅。對制服類型點樣去處理呢啲廢料係一個好嘅出路，但係呢個唔係 complete 嘅出路嚟嘅，因為 complete 嘅出路咧，我做翻嗰條紗出嚟一定要有人要先得噶嘛。咁但係佢哋咧就唔係買翻呢啲物料嘅對象嚟噶嘛，因為佢哋唔係製造，佢唔係製衣業啊嘛，佢唔係 designer， 佢唔係品牌啊嘛，所以中間其實咧就係有一啲鏈同鏈之間斷咗咯。除咗上游回收嘅誘因不足，就連下游推銷再造紗線嘅時候，亦都遇到阻滯。其中一個最大嘅難處就係我做咗呢啲好嘅 product 出嚟之後，邊個買呢？嗰、那個 market 未夠大咯，我個出路咧就係我要揾人要我再仿出嚟呢個 product 噶嘛，咁所以我成日都同呢啲客人講話，你咁大個 brand， 你做一小部分嘅嘢，你當係你行先啦，你帶頭做，你帶起咗多啲人做嘅話，我咪慢慢慢慢會做到個量出嚟咯。酒店業嗰邊咧，我哋係容易啲同佢哋講呢啲嘢嘅咯，顏色物料又係比較一致啲咯。咁夾埋，如果係一個大 group 嘅話咧，就個量會大咯。
曹伟霆强调，从来冇谂过可以靠呢个系统完全解决最大嘅纺织废料问题，一定要由源头着手。唔系话要起几多间厂去做循环再造啊，做 recycling 嘅，因为个主要嘅大问题就系超产。如果冇超产，就唔会over consumption。个问题嘅解决方法咧，其实要喺唔同嘅角度，大家要合作嘅，喺源头嗰度，从设计、从生产、同用啲咩物料，从呢啲角度咧，已经系要开始噶啦。例如有一啲设计师会喺设计嗰个步骤已经谂紧乜嘢嘅物料去令到呢一件衫将来要去循环再做嘅时候会容易啲咧。样样嘢都要夹埋一齐做咧，先至可以喺呢个问题上有 impact 咯。咁一阵间会做啲咩咧？就系你哋每一组咧会有自己嘅角色嘅。谂下你系生产商，你间公司入边会牵涉到啲咩人？我哋个持份者，我哋系作为一个设计师去考虑。咁我哋系企业啦，负责。咁我觉得要推动时装界嘅环保工作，朱海欣希望同学明白，唔可以只系靠小部分人嘅努力。消费者系 create 个需求嘅嗰一班，品牌系 create 个 supply 嘅嗰一班。咁所以即系其实每一个角色有部分影响。咁我哋希望同學可以用一個多角度嘅角度去睇到個議題。如果真係要推動個議程，令到個世界真係可以有一個更加可持續、更加環保嘅時裝界嘅時候，其實好需要大家手牽手一齊去完成呢一件事。